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avid， 咁平時都介紹好多佳玲娜嘅養生，俾大家認識啦。有冇啲平啲嘅地方咧？嗱，走過隔離老街百貨廣場呢度咧，就有好多嘅養生館咧，都係性價比非常之高嘅。左右足療咧68蚊，一個中式按摩咧都係128蚊。今日介紹嘅就係呢一間嘅深港園養生館啦。深港園養生館咧，呢間養生館都有好多項目咧，可以提供俾大家嘅，包括有頭療啦、推拿啦、精油開背、艾灸都有嘅。咁其實佢哋最出名、手勢最好嘅，應該就係做頭療啦。嗱，健康就從頭開始啦。男女老少，所有人咧都適合做頭療嘅，尤其是啲女性啦，做頭療咧可以幫大家養顏嘅。男士做咧就可以精神爽利嘅。去深港園養生嘅方法咧，大家都認得呢度係東門老街咧，上面咧都掛滿曬燈籠噶啦。咁喺呢一條街上面咧，都會見到百貨廣場東座。就喺呢度行入去，再转右行，行到最入嗰两部 lift 咧，就可以上到9楼噶啦。一出 lift 之后咧，转右行，好快就见到佢哋嘅指示牌同埋佢哋嘅招牌啦。咁呢间养生馆咧入边嘅装修系点嘅？我哋一齐入去参观一下啦。啊，入到嚟呢间养生馆咧，有好多顾客咧都喺度做紧足底按摩嘅。呢一区咧就系专做足浴按摩嘅地方啦，有4张嘅足浴按摩椅嘅。你会发觉呢度咧好多嘅男师傅啊，清一色都系男师傅。咁佢哋咧，全部都係一啲經驗好老道嘅師傅嚟嘅。啊，好老實講，做按摩咧，我覺得男師傅嚟做咧，係永遠都係夠力啲，同埋攞嘅位置咧更加準確嘅。因為養生館我都好中意揀啲男師傅嚟幫我按嘅。咁另外啦，入邊都有啲房間，我哋一齊入去參觀一下啦。啊，呢度咧就係養生館專做按摩推油嘅地方。入面有兩位顧客啦，都係啲男師傅嚟做按摩嘅。都是按得很舒服的。这里一共会有4张的按摩床的。另外一个空间上面都会有3张的按摩床做推油 SPA 的。两个空间加起来就有7张的 SPA 按摩床的。装修上面都算是企理干净的。另外这里都有2人的 SPA 床的。都有一个小小的空间，私人度十足的。这里有一张证书的。另外嗰啲師傅咧都係考過啲證書嘅，持證上崗嘅針灸科醫師，啊呢個女醫師大學生嚟嘅。足浴房喺隔離呢度都會有啲頭療按摩嘅房間，咁呢間房咧就靚好多啦。呢度咧就係專做頭療按摩嘅 SPA 床，呢度就有啲頭療嘅裝置啦。另外呢度咧仲有一個 SPA 床同埋沐浴嘅竹筒嘅，咁呢度嘅裝修咧都係幾靚幾乾淨嘅。離開呢間房咧，順便睇埋佢哋嘅浴室，呢度都有沖涼嘅設備咧，俾大家沖下啲精油嘅。呢度仲有飲品咧，無限供應俾大家去飲用嘅，包括有水啦、汽水啦。另外養生館咧都租咗另一個空間嘅，呢度就專做足浴按摩比較多嘅。嚟到今日時間咧，平日嘅4點零鐘啊，咁仍然都有好多顧客喺度做腳底按摩噶。啊，點解咁多人嚟做呢？因為咧呢度做足浴按摩咧，性價比係非常之高。走過少少過嚟百貨廣場呢度做足浴按摩咧，係慳好多錢，平好多嘅性價比。咁我哋一齊睇下呢一張嘅價目表咧，睇下佢哋嘅價錢收費啦。啊，勁大張嘅價錢牌咧就清楚列曬所有嘅價錢出嚟嘅。咁價目表上面咧都冇任何會員價同埋小費咧收嘅，全部項目咧都係明碼實價嘅。最抵做嘅一個項目咧就係第一個傳統足浴啊。68蚊咧可以做到60分鐘咁耐啊！咁呢間養生館咧有一個開業大酬賓嘅活動咧送俾大家噶，只要大家咧充值做會員咧，充2000蚊就送200蚊嘅。做完會員之後咧就可以用999嘅價錢咧就享受以上咧咁多嘅項目，右邊所有項目咧原價價值咧3900咁多啊，做嘅次數又多啊，咁所以呢個價錢咧非常之抵做嘅。老闆基本上是蝕錢咧去做優惠吸客嘅，所以大家要把握機會咧過嚟享受呢個大酬賓活動啦。另外一啲項目都幾多人做嘅，包括就係呢個扶陽灸啦。男人要補腎益氣嘅話咧，就做呢個扶陽灸啦。咁價錢咧就係208蚊，可以做到45分鐘咁耐嘅。咁另外比較多人做嘅就係呢個中式按摩啊，60分鐘啊。都只是128蚊呀。另外呢间铺头都有啲福利送翻俾观众嘅，譬如大家做一个精油 SPA， 60分鐘嘅，原价就148蚊嘅。如果大家做足90分鐘嘅话咧，价钱就系198蚊，俾大家做到90分鐘咁耐嘅。咁仲有一个优惠咧，就系佢哋嘅头牌项目啦，就系呢个头疗养护呢个项目啦，
60分鐘，價錢呢就俾到優惠價，大家嘅$108就可以做到一次㗎啦。好啦，今日嚟到呢度呢，就同大家一齊睇下佢哋乜嘢叫做富陽灸啦，同埋佢哋嘅精油 SPA， 睇下佢哋做得好唔好啦。咁另外呢都想試埋佢哋嘅頭療護養呢個項目呢，而家我哋就去體驗一下啦。你是不是一個大帥哥？集合精油可以俾人體個皮膚呢有很好嘅吸收作用。鋪一次性嘅床鋪呢，而家就可以瞓上去啦，新嘅一次性浴衣。好，今日呢會體驗一下佢哋間深港元養生館一個精油 SPA 啦，咁同埋一個男人養生要做嘅富陽灸啦，兩個項目咧其實喺同步一起開始做嘅。咩叫富陽灸咧？咁佢哋咧有盒咁嘅嘢嘅，富陽透灸係一盒中藥啦。咁將頭先嗰盒藥咧全部加曬落去一個窿入面嘅，全部啲艾灸條咧擺曬落去啦。嗱，呢部機器專做富陽透灸用嘅。我都好奇呢部机点用，阵间咧就可以一起体验一下啦。成个流程咧，先会瞓低嘅，做翻一个开背嘅动作，帮我哋打开啲经络先嘅。嗱，女技师比较温柔啲嘅。精力够不够啊？你平时哪里比较累啊？肩颈。肩颈啊，那等一下多给你推一下肩颈哈。呢个养生馆咧，其实男女技师都有嘅，男技师比较多嘅，大家中意女技师咧都可以调配过嚟嘅。整個場都是幾多師傅，我看到有很多師傅都在度 stand by 嘅。精油 SPA 都會同富陽灸可以同步進行嘅，所以佢而家就即刻裝埋個爐，冚埋啲布咧，開始幫我吹啲暖風咧，吹嗰個腹部嘅位置嘅。部機咧就裝咗好多艾條落去嘅，咁吹啲風出嚟都有啲藥材味嘅。呢部機就係專做富陽灸嘅儀器嚟嘅。一路吹嘅時候咧，佢幫我一路按摩嘅，咁做到咁上下咧就會高少少啦。咁吹嗰個背脊。跟住咧，佢就幫我按只腳嘅，兩個項目一起做，直至艾條消完為止嘅。我做埋佢哋呢個頭療按摩啊，在洗頭髮的時候可以幫你按頭，疏通頭部經絡，可以有效緩解頭暈頭痛、精神緊張、焦慮。做頭療的同時，可以給你放鬆頭部啊。頭療咧都係我最中意做嘅項目之一嚟嘅，因為真係好舒服，按按頭咧，成個頭精神爽利嘅。這個是一個頭部的一個按摩儀器，可以。放松头皮，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。泡头发的时候，我们还会帮客人滑一下肩膀，松一下肩颈跟脖子的肌肉。用到一个护发素，可以滋养头发，使头发更富有光泽，更富有一个柔韧度。用毛巾给他头发包起来，防止他的那个头发的水。流到衣服里面，我们的头疗也最后一步。好啦，今日就嚟到深港元养生馆呢度，体验咗一次佢哋嘅三样项目啦，包括系佢哋嘅护养灸啦，好特别啊！佢哋用一部仪器咧，插咗好多艾条，艾佢蒸啲气出嚟嘅，咁一股暖流咧会吹匀全身嘅，咁好舒服啦，帮大家咧护养正气。疏通益氣嘅男士們做多啲就有幫助，女士們做都好有幫助，尤其是啲月經問題嗰啲都好啱做呢個富陽灸嘅。另外咧，佢哋嘅精油 SPA 啦，師傅咧都係好舒服推得。精油 SPA 咧，記得呢間店俾到大家嘅優惠咧，就係咧$198可以做到90分鐘咁耐嘅。另外一個優惠咧，就係佢哋嘅頭療護養呢個咧$108做到60分鐘咁耐嘅，亦都係俾粉絲嘅優惠嚟嘅。咁頭療按摩做完之後咧，其實都幾舒服，成身咧都係鬆曬啦，幫大家舒緩一下頭痛啦。呢度咧有好多師傅啦，男女技師都有嘅，全部都係經驗老道嘅。咁整體上面呢間養生館咧喺老街隔離嘅百貨廣場嘅9樓呢度啦。呢度嘅價錢性價比咧真係非常之高嘅，大家過嚟做一個足浴按摩咧就係$68，60分鐘嘅，所以呢度咧都經常有好多顧客咧嚟體驗嘅。咁呢條片咧就去呢度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